天，我们看祷告的操练，最主要是看大卫的祷告。我读诗篇，读大卫的祷告很特别。大卫伤心的时候就在神面前哭，开心的时候就在神面前唱歌。被仇敌逼迫的时候就咒骂仇敌，啊，甚至还咒诅仇敌。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上神大大的张口，等太久啊，等后生等太久，急了就说神啊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 我觉得大卫的祷告真的很让我感动。你看《大卫诗篇》六十三篇八到十节的祷告，他这样祷告：他说：“我的心紧紧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但那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，他们必被刀剑所杀，被野狗所吃。” 默想这段经文不太容易，心情的转折太大了。前面是说我心紧紧的跟随你，后面是在咒诅仇敌说被野狗所吃。多少人曾经祷告说主啊，一休被野狗吃掉了没有？<laughs> 或者哪一个仇敌啊，什么苍被野被野狗吃掉？多少人曾经这样祷告过的？恐怕我们大部分都没有。但大大会就这样祷告。有的时候我会在想，大会怎么可以这样祷告？ 大卫怎么可以这样祷告？他不怕神误解吗？他不怕读的人误解吗？所以大卫的祷告里面非常真实，非常的直接，反映出他的情绪。所以我发现大卫的祷告能够反映出他跟神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，因为只有彼此的关系非常的亲密，非常的放心，他可以才可以跟神这样祷告，让我的敌人下阴间，呃，或者呃让他的。 居所变为土堆，变为荒场，哎，才可以这样祷告，而不怕神误解，你知道，不怕人误解，那关系要非常紧密，才能够这样直接的祷告。所以，你知道，关系越亲密，关系越越紧密，那、嗯、么关系越好，我们就越能够无话不说，有话。 直说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情绪爱里面没有惧怕，把我们所要的，我们的情绪，我们可以直接的反映在那个人的身上。所以很多孩子在外面都不敢发脾气，回来只敢跟神发起脾气。他只敢欺负谁？欺负爸爸妈妈？要知道欺负爸爸妈妈有没有事？没事。但是欺负别人呢？呃，有事。所以大卫也一样，欺负神有没有事？没事，因为他跟神关系非常的好，所以他敢这样祷告。 所以很多时候，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这样好，我们的祷告就会剩下一个表面的祷告，一个宗教式的祷告，一个仪式化的祷告，甚至是像法利赛人一样，是一个很虚假的一个祷祷告，因为跟神的关系是很远的，不敢把真实的情绪、真实的需要带到神面前，只是做给人家看而已。第二个，这个祷告也反映出，呃，他对神的认识。 你读大卫的祷告，你会很惊讶，大卫对神认识之深，那么对对神的信心同样之深，是让我们很感动的。大卫不论遭遇什么处境，他始终来到神的面前，即使他知道自己犯了不得了的大罪，他犯了罪，大卫仍然不会逃避神，因为他知道没有人可以逃得过神，所以大卫他就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。 而且他也知道到神的面前，神要的是什么。大卫真是一个对神的认识极深刻的一个人。你看诗篇五十一篇的祷告，我读给各位听，读给各位听。 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分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解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分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神所要的祭，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你看到大卫，大卫写诗篇五十一篇。 大家知道是他犯了什么罪之后吗？犯了什么罪？淫乱。他跟八十八，他犯了奸淫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犯了什么？说谎，还怎样？还谋杀。他杀了谁？他杀了八十八的先生乌利亚。你看到这个人是不是个大坏蛋？啊，色迷心窍。你看，说谎、奸淫，还什么谋杀？可是他是王啊！哎，王杀一两个人算得了什么吗？ 王要一两个漂亮的女人，算得了什么吗？算不了什么。看谁敢讲话？谁敢讲话？他是王嘛？啊，他是王啊！所以他就觉得呃，就沉溺在那个那个情欲的当中。那么，直到有一天，上帝生气了，看到这个家伙不悔改，还还在那边沉溺在这个里面，所以，所以就通知了谁？先知拿单，拿单去指责这个大卫，说：“大卫，你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吗？”哦。 大卫突然之间吓到，呃，人哈、哦、做王做久了，你知道吗？都麻痹了啊、呃！直到先知指责他的时候，大卫吓到，他吓到什么？他知道谁生气了？神生气了，神生气了，神要处罚他了。哎，谁能够处罚王啊？他最大杀几个人算不了什么的，但是最怕的是谁？神神生气就不得了了。所以大卫就立刻就。 悔改，然后写了诗篇五十一篇，在神面前很真实的悔改。从大卫的悔改里，你看见大卫对神的认识有多深。第一个，他犯了罪，犯了奸淫，犯了谋杀，犯了谎言，说谎。这真是罪大恶极的罪，神生气了。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：神是什么？充满的怜悯跟慈爱的神。他求什么？ 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怜续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你看大卫认识神的慈悲跟怜悯，大卫是这样祷告。哎，如果我们犯罪会怎样祷告？没有想过，不认识神的人会怎样祷告？神啊，神啊，对不起，我犯了罪。但是历的历世历代的王不都是这样吗？嗯啊。” 我我才杀一个人立王，杀好几个人呢。我才要一个女人啊！你看古时候皇帝要更多的女人呢，你知道吗？说起来我还算什么？还算是不错，才杀一个而已啊，你知道？哎，我们会这样祷告：天下乌鸦一般黑。哎，你为什么迟到？我是迟到，可是他迟到更久。哎，这就是我们的祷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迟到吗？啊，大家都迟到。嗯嗯，但是大卫没有这样祷告。大卫认识神，你知道一个人什么叫做敬畏神吗？ 其实，其实大卫杀了乌利亚算不了什么，娶了娶了这个娶了这个这个八士巴也算不了什么。他做一个王，他想干嘛就干嘛，没有王法，他自己就是王法。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，他认为他犯罪不是得罪了乌利亚而已，他犯罪不是得罪了什么八十八而已，他犯罪不是的得,得罪其他人而已。犯罪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他杀了乌利亚，乌利亚算不了什么。 但是杀了乌利亚这件事情是在神面前犯的罪，是得罪了神，那才可怕。一个人会敬畏神，一个人会认识神，是知道。你知道你闯红灯是在谁面前闯红灯吗？在神面前闯红灯。你知道你说谎是在谁在谁面前说谎吗？是在神面前说谎。你知道你看色情的时候是在在哪里在神面前看色情的？你敢不敢看呢、啊？可怕。 大卫有这种敬畏，他知道我犯罪唯独得罪了谁，神，这叫做敬畏神。当你知道你做的事情是在神面前唯独得罪了神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叫做敬畏神，你就敬畏神。大卫就是这样，他认识神，他知道你做什么事情，你得罪什么人，那个不是最主要的，重要的是你做这件事情真正根源是你得罪了神，那就严重了。所以大卫明白。 他说：“他说我我唯独在你面前得罪了你哦，那很严重。啊”他跟神悔改，跟神悔改。当一个人懂得跟神悔改的时候，生命改变的开始就来了，改变的开始就来了。啊，后面他知道神要的是什么，神要的是什么？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他后面还祷告神啊，求你赐给我重新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和什么？ 正直的灵，他想要恢复。大卫哦，真的是一个讨神喜爱的人。他认识神的慈悲跟怜悯，他也认识神对罪绝对不妥协，他也认识神所要的是什么忧伤痛悔的心。这个人对神的认识深还是不深？很深的认识，所以。 对神认识越深的人，也是对神越有信心的人。所以他纵使他犯了罪，他相信神可以赦免他，他不逃避神，因为他知道没有人可以逃避神，没有人可以逃避神的审判。他，你愿意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悔改。所以，弟兄姊妹们，所以他是一个很认识神的人，从他的祷告里可以看见。那么大卫的祷告也让我们看见，反映出他的人生。 我觉得大卫的祷告很特别。你看这段经文，我来读给各位听：主啊，求你睡醒，为何尽睡呢？求你兴起，不要永远丢弃我们。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守受的欺呀、啊？上帝啊，你睡着了吗？我在这里祷告，你到底有没有听啊？上帝啊，你是不是睡过头啦？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？ 你求你不要永远丢弃我们，他觉得神已经把他丢掉了，好像神好像不管他了，神掩面。什么叫掩面？就是不想看，不想管。哎，大卫有这种感觉。他说你不顾我们吗？哎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过？有啊。哎，告诉你，大卫也有。可是大卫。 他是神拣选要接续扫罗做王的。大卫从少年时期开始，他就已经被萨穆里那个萨穆耳膏他，告诉他你将来要成为以色列的王。可是这个青年时期就被恩高的大卫，他的人生有特权吗？没有。他有得天独厚吗？没有。他有一帆风顺吗？没有。他从小被家人忽略。当萨穆耳要告他的时候，找不到他。爸爸说。 哎、欸，不用找他回来，那个那个家伙没用了，放羊就好了。哥哥们都在这里，打仗的时候他去战场上，哥哥们说：“大卫你是来看笑话的吗？你知道吗？”他被家人忽略，然后他杀了哥利亚之后，从此一帆风顺吗？不，他杀了哥利亚，好像很很了不起一样，结果带来的是被扫罗的追杀。他在这个山洞、那个山洞躲来躲去，躲了十几年呐、啊，流亡的生活。接下来呢，他被妻子嘲笑啊。 他敬拜啊，敬拜到啊，敬拜到肚脐都露出来的。他的妻子亚甲旁边看，王啊，你看你什么样子，跳舞跳的肚脐都露出来了。哎，被太太嘲笑，中间被菲利斯人嘲笑啊，他不去投降雅吉人，然后呢装疯卖傻，然后胡吸都都都,都上面都是口水，装疯卖傻。哎，大卫被欺负，哎，还被拿巴欺负，知道？后来。 大卫被儿子背叛，亚沙龙背叛，他心里的挣扎有多少？被妻子背叛，所以大卫的一生的里面，你从诗篇可以看见他的眼泪，诗篇看到他的绝望，看到他的痛苦，看到他的挣扎，看到他的软弱。其实大卫的一生和你我的一生是一样，悲欢离合，生死别离。大卫的一生，你读诗篇里面，你发现。 哎呀，这个神所拣选的人，其实他的一生的里面没有什么特权。大卫跟我们一样，充满的眼泪，充满的等候，充满的绝望，充满的痛苦，充满了软弱。而他也曾经跌倒，他也曾经软弱，也曾经犯罪。大卫的人生跟你我的人生是一样的人生。我怎么知道？我读诗篇就知道。我读诗篇就知道，大卫跟我们一样。主啊，你睡着了？你到底睡到什么时候啊？ 你不管我了，你你不管我遭遇的苦难跟时候的欺压吗？神啊，你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这不是我们常常心中的呐喊吗？大卫跟我们一样，所以读诗篇呢、啊，读诗篇常常不经意之间，在诗篇中间读到我们自己的处境。诗篇之所以安慰人，就是因为我们读诗篇的时候，一个不小心读到，哎，怎么跟我的处境一样？昨天晚上眼泪把床榻飘起，也太夸张了哈。啊 但是就哭的很多的眼泪，枕头都湿了。啊，大卫第四行的人超夸张的，床榻都什么飘起，那眼泪几公升呢、啊？啊，所以从从去年后来，我就觉得说，哎，大卫的祷告实在是太让我感动了。我觉得我要开始向大卫学祷告，所以我就觉得我要改变一下我的祷告，我要向大卫来学祷告。慢慢的，我能够体会。 大卫之所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神这么喜欢大卫，并不是因为大卫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不是因为大卫是一个完全的人。大卫哪里完全呢？他犯了很多的罪，但是神这么喜欢大卫，我觉得跟大卫的祷告有直接的关系。所以我开始操练，我要像大卫一样的祷告。第一个，我的操练是什么？我要做一个真实的祷告，要坦然无惧才会真实。 爱里面没有惧怕。我发现我自己的祷告里面有一种挣扎，这个挣扎就是每一次当我软弱的时候，人都有软弱的时候，呃，不管是夫妻吵架，或者看了不该看的，说了不该说的，或者我们有跌倒的时刻，每一次有这个时刻，当我们要来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我心里就会有一个障碍，这个障碍就是我也会自我控告，就是觉得像我这样的人。 嗯，这么软弱的人，呃，这么不圣洁的人，呃，这么糟糕的人，神会听我的祷告吗？哎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自我控告。你你想跟神祷告，这种自我控告挣扎，就觉得神啊，我向你祷告，可是心里有一个障碍，就是神啊，我真的像我这样的人，你看我那么败坏，这个。 昨天才才软弱，才跌倒，或者呃说不该说的，或者夫妻吵架，呃、还用不好的话去骂人，哎呦鬼炸！神啊，你你你会听我的祷告吗？哎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挣扎？哎，有这种挣扎的稍微举一下手看一下好不好？我还蛮多的哈、哦，蛮多哎，我告我告诉你，牧师也有这种挣扎，以为我是圣人嘛，我常常也有这种挣扎，说主啊，可是心里就有点虚虚的，觉得说。 哎呦，神会听我的祷告嘛？然后，哎，当你有这种挣扎的时候，祷告就会失去恩高；当你有这种挣扎的时候，祷告就没有这么样的有信心跟肯定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一直活在这种挣扎里面的时候，你不去对付这种挣扎，你不去胜过这种自我控告，久而久之，你的祷告就会变成一种宗教式的祷告，一种仪式式的祷告，因为像。 我们传道人，或者我们中间很多服侍的人，你心情好也是要祷告，你心情不好也是要祷告。你你你这个觉得哇，现在非常的圣洁哦，从早上都早到晚上啊、哦，脑袋里都非常的圣洁啊、哦，你觉得你来祷告，呃呃很有恩高，感觉很好。但有时候你脑袋里乱七八糟啊、哦，也也不行。但是你还是要带祷告啊，因为礼拜三晚上到了啊。 你还是要带祷告，一场的祷告。其实，如果你没有去处理你心中这种恐惧、这种挣扎、这种自我控告，你的祷告就会变成一种仪式化的祷告、宗教式的祷告。因为你觉得你不配，你觉得你不敢把真实的情绪、真实心里的处境，去像大卫一样告诉神。你心里觉得你不配，或者你害怕，你就这样祷告。我们没有跟神没有这么熟，你知道吗？ 没有像大卫这么熟。大卫如神如果知道我这么软弱，哎呀，我真的不配，所以心里很多的挣扎，所以祷告就会失去那个肯定的信心，就变成仪式仪式化的祷告。站在那边，我们祷告，哎呀，一节一节经文，然后还押韵，然后祷告完说，哎，我刚祷告还不错吧？还还有恩个还不错嘛，还不错，哈哈，好。然后祷告就得，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刚祷告还可以吗？还还,还通畅吗？还还顺畅吗？ 所以我们就会走向这种宗教式的，但是我必须这样说：，这种宗教式的祷告啊，固然你押韵，固然很整齐，固然行云流水，但是这样的祷告，我告诉你是不可能跟神建立起一个真正爱的关系的。而且这样的祷告，你没有办法真正的享受祷告的生活，因为这样的祷告变成一种功课。 祷告变成在那里做功课，要不然就觉得我今天祷告了二十分钟，我在那里做功德，啊，做功德也好，做功课也好，其实这样的祷告生活是不快乐的。就好像如果你跟你女朋友去约会，跟你太太去约会，只是觉得跟太太约会是做一个功课，然后到那边照本宣科，然后还带着电脑啊，做你的事情，其实这是没有办法在约会中间增进夫妻之间彼此的爱、信任。 跟那种真正的爱情的，因为你只是觉得在那里做功课啊，恋爱不会做功德，但至少做功课啊，做功课其实是无助于我们真实爱的关系的，你也没有办法享受祷告的生活。祷告其实第一个我学习到，祷告是跟神建立关系。我觉得第一祷告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建立关系。 宗教式的祷告没有办法跟神建立爱的关系，神渴望跟你建立爱的关系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，神渴望跟我们建立真实爱的关系，因此神期待我们的祷告也是一个真实的祷告。我喜欢以前有个长辈跟我说，他说我们祷告啊，有事没事都可以到神面前来走一走，意思是什么？祷告不是有事才到神的面前。 没事也要到神的面前，没事也要到神的面前，因为只有当我们一直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祷告才会带着能力，而且我们能够享受一个祷告的生活。你看，神希望我们回转向小孩子一样，跟神建立关系。神说：“我要回转向小孩子一样。”你知道，小孩子啊，有一个特色，我们教会很多小孩，很多小孩。 我观察那些小孩真的很可爱啊！你前一分钟你骂他，你处罚他啊，甚至打他啊、哦，呃，哭哭哭，流眼角都流着眼泪哇哦,哦，伤心伤心一绝。然后说好了，不要哭了，来吃蛋糕。他眼泪一擦，他就来吃蛋糕啊，眼角呢还都是眼泪，蛋糕呢吃的超开心的，哎，完全不会自责诶，他完全不会自我控告诶，让我们回转到神的面面前。 像孩子一样，因为神渴望我们这样跟他建立一个祷告的关系，所以我认为要建立一个真实的一个爱的关系，两个方式到神面前：第一个要坦然无惧，第二个要持续不断。你看哈、哦，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。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坦然无惧的祷告和持续不断的祷告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，不是依靠我们的好行为。我刚讲过，我自己祷告里面。 也有一种自我控告跟挣扎，特别我是常常祷告的人，那么也是常常软弱的人，常常软弱的人，所以每次在跟神祷告的时候，心里就会有一个自我控告挣扎。但是我怎么去处理这个挣扎？我怎么去胜过这个自我控告呢？其实真理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。我告诉你。 你觉得你今天从早到晚头脑都很圣洁，呃，思想都很圣洁，话语都很圣洁。我告诉你，那是你自自我感觉良好。你觉得你不配，说神啊，我不配到你面前，你会听我的祷告吗？我真的很不配。你说你不配是对的，是对的。 那么呢？如果你有一天你觉得说神啊，我很配，你看我不像的，我不像他那个罪力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他是个罪人，我十四天精神祷告，天天都来小组聚会，从来不迟到，十一奉献准时奉献，从来不拖。神啊，你看我不像他，你以为你就配吗？啊，当你觉得不配的时候，你真的是不配，这是肯定的。当你觉得你很配的时候，我还是要告诉你，其实你还是不配。相信的人，同意的人说阿门。 哎，都要说阿门。为什么不管同不同意都要说阿门？因为这是圣经，圣圣经告诉我们的。请问有人配吗？不管你配或者不配，其实我们都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来到什么？ 神的面前，靠着我们的大祭司来到神的面前。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了宝血，他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他深知我们的软弱，他也经历过我们的软弱，只不过他没有犯罪而已。所以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。大家说，所以，所以，所以，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，我要得什么？连续。<是>既然我们没有什么好交换的。 你们我们没有什么配跟不配的问题，我们都是知道我们要认罪、要悔改，靠着耶稣的宝血，我们坦然无惧。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，我们坦然无惧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大祭司为我们献上他自己的身体流出的宝血，赎出了我们。我们是靠着耶稣的宝血，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施恩的宝座前做什么？交换吗？功德吗？ 不是得什么连续，我们到神面前来，应该这种态度。神啊，求你怜悯我。不是到神面前交换，不管你配还是不配，你都没有办法去跟神交换。我们说神啊，求你怜悯我。第二个是什么？蒙恩惠，恩惠是什么？恩惠就是恩典，恩典是什么？恩典就叫做礼物。礼物，礼物花钱买的叫礼物吗？ 要来的叫做礼物吗？不上帝给你的礼物。我们生命中需不需要有礼物？生命中需要有礼物。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，所以我求神怜悯我们，给我怜悯。第二个，我们求神什么？给我礼物，给我恩典。恩典白白得来的才叫做恩典。做工的得工价不叫恩典，做工的得工价不叫恩典。到神面前做什么？求什么？求恩典。上帝啊！ 让我婚姻有恩典，上帝让我孩子有恩典，上帝啊，让我的小组有恩典，上帝让我的业绩有恩典，不是这样祷告。神啊，我这礼拜已经服侍了三次，陈导都有来，求你给我业绩吧。这叫交换？不，你要跟神说什么？神啊，我知道我是不配的人，靠着耶稣的恩典，求你给我恩典，求你祝福我的工作，这叫得什么？蒙恩惠？还有什么呢？做随时的。 帮助哦！Oh, 大卫最会祷告了。大卫说：“主啊，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神啊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够抵挡我们呢？为我们践踏仇敌的就是你，你知道吗？”大卫超会、超会祷告的。你是我的磐石，你是我的山寨，你是我的帮助。哇！大卫很会祷告、帮助。你需要帮助吗？帮助是什么？强的来帮什么？弱的；聪明的来帮什么？笨的，你知道吗？会的来帮助什么？ 不会的，你们 <Amen> 大卫真会祷告。大卫就是这样坦然无惧，到神面前求什么？求怜悯，求什么？求恩惠，求什么？随时的帮助，坦然无惧。第二个要持续，我觉得就是要持续的祷告。你要建立一个跟神一个很好的关系，一个是可以坦然无惧，把你的所有的事情都告诉神。第二个，你就是要持续的祷告。 如果你夫妻之间一年才一年才讲十句话，感情会好吗？如果你朋友一年才见一次面，感情会好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小组聚会，你每个礼拜都来参加，哎，小组感情会不会很好、啊？很好啊，每个礼拜很真实的彼此带到小组的温度会不会很高？会。如果你六个月来参加一次小组，小组会对你很陌生，大家对你不了解，关系是要看常常建立的。 如果你跟神要好关系，我觉得那个长辈提醒我说：“祷告不是有事才到神面前，我们应该有事没事，我们就怎样，到神面前来。就跟你夫妻关系好啊，不是只有结婚周年庆才去吃饭而已，有事没事都要一起吃饭。你们可以一起去买菜吗？一起去逛街吗？一起去 shopping 吗？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，不是不是有事才在一起，没事也要在一起啊，关系才会好。” 我祷告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祷告，其实是建立关系，关系就是能力。第二个祷告，信心的祷告。信心的祷告，大卫很特别。大卫啊、哦，认识神，他知道神要我们相信他的话，就像孩子相信。 爸爸一样，爸爸会很开心，所以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面，爸爸是不会放弃孩子的。神要我们这样相信他。大卫真是认识神，所以他也这样凭着信心跟神祷告。所以你看诗篇六十二篇五到六节，呃，五到六节，我来读。我的心呐、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。哎。 大卫跟神祷告是自己鼓励自己，他我的心是谁的心？他的心，他自己跟神祷告说：“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等专等候神。”而你看大卫的祷告很有意思，我来读给各位听。四篇十三篇：“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愁算，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？” 哎，大卫有没有等到不耐烦呐、啊？到几十，到几十，到几十神啊，到底到什么时候？你说嘛，你知道吗？嗯、啊，大卫祷告都这样。哎，做过这样的祷告吗？有没有这种心境？心境应该有了哈、哦，祷告可能没有这样祷告。哦，几十几十，哎，你告诉你朋友，大卫有今天了，很属灵哦，大卫很属灵哦，也是有今天。啊。到几十，到几十，而且很愁苦啊，你掩面不顾，要到什么时候啊？ 我心里愁算，终日愁苦诶，哎，终日愁苦，从早上到晚上都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还说仇敌升高压制，我要到几时呢？后面他就该再抱怨了哈！耶和华，我的神呐、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眼目光明，免得我沉睡致死。神啊，你再不救我，就得忧郁症了。我睡到中午爬不起来，让我沉睡致死，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。 你知道吗？仇敌嘲笑我们，他欺负我们，呃，嘲笑我们。上帝，你怎么不顾我们呢？但是我告诉你，后面一起来读，后面一起来读。但我要，我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阿门。大卫到最后，宣告。 前面跟神吐尽的苦水，要到几时呢？又多么痛苦啊！仇敌，你看欺负我们，你看，但是到最后他怎么说？但我要依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。他还是可以快乐哦！因谁快乐？神救恩快乐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还可以领敬拜吗？还可以唱歌吗？他还可以在神面前唱歌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请问？ 神听祷告了没？还没，还没。哎，这里还没有啊，还没啊。但是他用信心来宣告，神困难解决了吗？还没。但是他依靠神而喜乐，继续向神歌唱。他相信神的救恩可以拯救他。大卫真的是认识神，弟兄姊妹们，我真的知道，在现实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有很多的困难，我们有很多的压力，甚至我们很多的臭。 挫折，甚至可能也有仇敌逼迫你，我不知道。但总而言之，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的情绪、把我们的压力、把我们的痛苦、把我们的绝望带到神面前，可以吗？大卫就这么做啊！大卫就这么做啊！但是我们把这些情绪带到神面前，负面的情绪带到神面前，但是并不因此我们就否定了对神的信心。大卫不否定他对神的信心。 即使他把情绪带到神的面前，可是他还是用信心宣告出神的应许，并并且因神的救恩而喜乐。这就是大卫。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说：“凡因为凡从神生的，就胜过世界。使我们胜的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”哈利路亚！哎，神不祝福好人，因为在神眼中有好人吗？在神眼中有好人吗？ 没有，没有一个人好到配得神祝福。没有，在神眼中没有好人。大卫也不是好人，摩西也不是好人。这世界上在神眼中没有一个人是好人。但是神祝福怎么样的人？相信他的人，神祝福怎样的人？对他有信心的人，即使在一个很负面的环境里面，即使在一个一个很痛苦绝望的处境当中，但是大卫的祷告胜过负面的环境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祷告要不凭感觉。 我们的祷告要不看不看眼前，要不看环境，不凭眼见，不看环境，不凭感觉，我们要凭着信心祷告，因为这样的祷告是胜过环境的祷告，这样的祷告是让神喜悦的祷告。阿门。<Amen> 大卫就是这样。 你可以把情绪带到神面前，但我们不要因此而否定神的信心。我们的信心要胜过情绪，我们的信心要胜过感觉，我们的信心要胜过我们的环境。这就是大卫，因为只有信心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。当我们在神面前宣告神的应许，信心就会成长。当你对神有信心，信心就会胜过世界外在的环境、负面的感觉。操练信心的祷告。 是我们能够得胜的秘诀。从没有信心要祷告到有信心，当你有信心，信心成就万事。阿门。<Amen> 告诉你旁边的，信心要胜过世界。阿门。<Amen> 最后一个求问的祷告。对于人生，我们有很多的困惑，因此有很多的为什么。其实大卫也一样。 读大卫的祷告，让我们看见，即使是神所拣选的人，也没有特权。大卫的一生跟我们的一生一样，他有很多困惑的时候。所以你看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的祷告，一起来读好了，请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？不听我哀恨的言语。这是大卫的祷告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引用了大卫的祷告。大卫那个时候，他跟神祷告说：“我的神。” 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哇哦，大卫的心有多么的沉重，大卫的身有多么的痛苦。他说：“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？”哇，他跟神这样祷告，你敢吗？哇，他跟神这样呛下：“你为什么不离离弃我？你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？” 你为什么不听我哀哼的声音？你不知道我痛得要命，你不知道我很绝望，你不知道我哀哀叫吗？你不知道我痛苦到什么程度吗？你为什么不听？为什么不离弃我？为什么不管我？为什么不救我？为什么？哎，大卫很困惑。人生有很多困惑的时候，大卫也一样，很多困惑的时候，诗篇里充满了这样的祷告：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 到底为什么我会经历这些？到底为什么神那里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家庭、发生在我生命里面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神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？诗篇充满这样的祷告，但是神没有给我们苦难的答案，神也没有大给大卫大卫答案。但是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从诗篇看到一件事情，其实苦难真正的答案是什么？苦难没有答案，这世界没有答案。 苦难真正的答案是什么？苦难其实真正的答案就是什么？就是祷告。我觉得大卫让我很感动一件事情，大卫的人生真的妻子的嘲笑、朋友的背叛、孩子的孩子的儿女亚撒龙的背叛，他身有多么的挣扎，情欲上的跌倒，他还犯谋杀的罪，还说谎的罪，被家人被家人忽视。 流离失所，有十多年的时间在山洞里躲来躲去，被扫罗的追杀。大卫的一生，其实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悲欢离合，各式各样的苦难、等候、忍耐。但是你知道，大卫即使经历这么多，他也是神所拣选、神所恩高的人。可是大卫从来不在世界里找答案。大卫即使经历这所有的一切，他从来不在世界里找答案。 大卫生命中所有的困惑、所有的苦难、所有的绝望，他通通每一次都带到哪里去？带到神面前。他都去问神，他没有去问，他没有去问世界，他都去问神。大卫始终认定一件事情：生命中有很多的苦难、绝望、等候、忍耐、眼泪，他很困惑。他是神所拣选的人，可是为什么感觉上神好像常常离弃他、不拯救他、掩面不看他？但是大卫从来没有一刻。 怀疑神，他只是很困惑。他从来不怀疑神，他永远不会去酒店里找答案，他不会去情欲里找不找答案，他不会去世界里找答案，他不会说哦不要了，没有。他永远带到哪里神面前。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很大的榜样。你碰到挫折吗？你很多的困难吗？你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遭遇这些吗？为什么你突然之间发生这些事呢？不是发一通简讯给小组长说神都没有听我祷告。 我不来聚会了，我要去酒店。哎，不不是这样，不也不是发通简讯给啊，现在不是简讯，赖发个赖到群主说我不玩了，神都不听我祷告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哎、不是这样、哎，不是这样。我常觉得人生的差别，苦难大卫跟你我一样，我觉得人生的差别在哪里？人生的差别在于，在你苦难、当你困惑的时候，你到底是往世界找答案，还是到神那里去找答案？ 大卫永远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哭也好，笑也好，绝望也好，等待也好，难过也好，欢喜也好，他永远来到神面前祷告。你们，祷告就是答案。大卫年老的时候，哎，这节经文是我自己的祷告，哎，一起来读，哎哎，这个五十岁以上的人都要一起来读啊。<laughs> 他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，享受丰富尊荣，就死了。 他儿子所罗门接续他作王。我有一次读到这段经文，是对大卫一生最后的评价。历代至上二十九章二十八节，圣圣经对大卫一生的评价四个重点。第一个，年纪老迈，我超喜欢的。我已经人生过了一半了，我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年纪老迈。哎、年纪老迈好不好？要活得够老嘛？啊，所以啊、哦，年纪老迈是我现在的目标之一。 啊、呃，第二个不是只有年纪老迈呀、啊，年纪老迈又老老弱多病啊、呃，这个也不太好嘛。还要怎样？日子满足？哎呦，日子满足是什么意思？哎呦，看到年轻传道人这么优秀，看到教会很多的兴旺，看到我们各样的事情有翻转的机会，哇！看到啊、哦、小组里面这么多奇妙的故事，像这一期月刊所所写的，觉得很满足哎，满足哎，好不好？日子满足重要吗？ 啊，年纪老迈充满遗憾，哎，这样不好啊！年年纪老迈要日子什么满足？哎，不仅这样，还要享受丰富尊荣。年纪老迈一吃就血压高，一吃这也不能吃啊，出去玩也没兴趣啊，钱很多也不会花，哎，这样不好啊！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还要什么？享受，享受什么？丰富，要能吃啊，要能喝啊，要能玩啊，要能 shopping 啊，要能享受啊，享受丰富，好不好？还有什么？ 尊荣、哦、被人家尊敬嘛。我们活在地上，人家觉得尊敬你，那就尊重你，好还是不好？好，然后告诉你旁边就死了呀。<laughs> 我的祷告就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要活得久，要死得快，这是我的祷告。所长跟神祷告，主啊，让我跟大卫一样，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，享受丰富尊荣。 就死了啊！感谢主，呀，这多多爽快啊！你看，<laughs> 不止这样，其实还有一件很快乐。大卫看着他的儿子接续他的王位，Amen？有没有很满足？有没有很满足？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接续我们的时工，而且比我们做得更荣耀、更丰盛，这是我们生命中很大的满足。所以我现在就很谢谢一个目标，看到。 看到我女儿的女儿的女儿啊，女儿的儿子啊，能够看到第三代啊，如果能看到第四代，哇，那可能要活到一百二十岁、啊、<laughs> 但是至少能够看到第三代，是不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？如果看到他们成家立业，看到他们被被神来使用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大卫的一生其实充满着眼泪、等候、绝望、背叛、痛苦，其实并不容易。 悲欢离合、生离死别，在大卫的一生中是很平凡的。可是到大卫年老的时候，他回头看他的一生的时候，圣经给他的评价是幸福美好，是日子满足，享受丰富尊荣，是就是了，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评价。有时候我们问，我们人生的过程，并不是一路上永远都是阳光灿烂的这样美好。 生命当然有起伏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有时，喜乐有时，跳舞有时，这个这个哀伤有时。生命就是这样。但是在这个起起伏伏的过程里面，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。阿门。祷告是我们生命中的答案。当我们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；开心的时候要祷告，伤心的时候要祷告，等候的时候要祷告，绝望的时候要祷告。 困惑的时候要祷告，我们的一生跟神啊，就是脱不了干系的。每件事情像大卫一样，来到神的面前，都跟神来祷告。当你成为祷告的人，你可以像大卫一样，回头看我们的一生，不知不觉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，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，然后看到我们的儿女接续我们的工作，信心一代一代的传承。我们同起立来祷告，基督徒不祷告。 其实是非常大的损失。我常常过去服侍，在急诊室的外面，在加护病房的外面，我甚至在车祸的现场，在法官法院陪人家出庭，陪弟兄姊妹出庭，在法院的外面。其实每一次在这样生命中很绝望、不知所措的时刻里。 其实我弟兄姊妹常常这样说，牧师陪在他们身边，他们这样说：“牧师，还好我有神，我可以跟神祷告，不然现在这个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祷告不是自我鼓励自己，祷告不是向着空气，祷告也不是自我激励，祷告有一个对象，那个对象是永活的真神。 耶稣基督，昨日、今日，直到永远，他在我们的当中。我们祷告是有对象的，我们祷告是有应许的，是有神的话的。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主。我们祷告之所以会越祷告越有信心，是因为那个神是会回应我们的。我们祷告之所以越祷告越有盼望，是因为神的话语是真实的。哈利路亚。 我们有点时间祷告好吗？主啊，我们羡慕像大卫跟你之间这样美丽的关系。主啊，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你的面前，像大卫一样。哭的时候，笑的时候，绝望的时候，等候的时候，甚至我们困惑的时候，主让我到你的面前来向你倾心吐意。主啊，不是因为有所求、有所要到你的面前而已。喜乐的时候到你面前来，伤心的时候到你面前来。 主啊，无时无刻到你的面前来。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神。主啊，我这一生，主要紧紧地跟随你。<们>到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<们>拍手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。